水母大爆发，关键竟然是它。很多朋友从绿岛已经开始在贴说有陈茂水母。 它是随着垃圾，那个黑潮这样一直过来。水母在海里面会有很多天敌，大型的一些鱼类，很多地方过鱼了。那整个海域就剩下水母。周六晚间8点，T观点。